像这种房子啊，放在景区里一定备受关注。它的名字呢叫做太空舱，它呢不需要你打地基，在工厂45天就给您做好落地连接水电，立马就可以开业了。这款房子啊，它总体占地28平米，一室一卫一阳台的空间布局，我们还有18平米、38平米的供您选择。超大的落地窗，从里面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了。这边还连接一个阳台，在那个阳台上啊，去吹吹风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像这样的房子，你想拿它来开民宿吗？